今日请坐。嘿，咱姐姐同心同仁，大家咱这乡亲时代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吼！啊，今仔敢那天气有那冷冷啊啦吼，啊不过大家精神真好，真感谢。啊，有那是表示讲咱台湾人的精神拍死无退啦，真正是拍死无退。这阵时间来吼，外面的一寡安尼各方面吼，对因的即摆民进党选举嘛吼。啊，咱当然，咱去就是足反对这个选举，因为这是中华民国的选举啦。啊，我伫海外遐，我嘛是咧讲讲，讲选举吼，其实是一个陷阱啦。啥讲开讲陷阱？因为这个选举是啥物人办的？是中华民国办的。啊，人因的游戏规则是下因要用的，唔是要下咱台湾人用的。那么咱去咧下面选，咱就是跳入伊的口袋里啦。啊，造成变成人因利用这个选举，甲向国际上讲讲啊啦，讲你甲看，哦，阮逐届选举落来吼，拢75%的投票率，还是80%的投票率，表示啥？表示台湾人要爱伊，搁继续甲咱管啦，搁继续甲咱糟蹋啦，安尼有可能无？啊，在这个情形下，有足侪台湾人拢袂当理解。因为啊呐，所看到的新闻，所看到的媒体，拢是咧长长棍棍这个选举啊，啊，大家都热公公呢，热公公无去选哦，敢那减一块肉去共款啊，会唔甘愿呐？唔甘呐？想讲哦，我用选举来甲变我倒来，啊，结果敢真正变会起来？会袂？袂啦！伊那讲阿边啊，冇选过呢，四当呢，啊，结果选了。嘛是变袂起来，啊，什么原因会变袂起来？足简单啊！我讲你选，就算选赢，你向向选谁？向向选谁？向中华民国的宪法选谁呢？啊，这个选谁吼？大家想啊，都选谁啊？无啥，就举一个手起来讲一个尔。但是伫国际上，一看法安那看，表示讲你选谁，就是向伊效忠，向伊服从，要替伊做工课。那么既然安尼的话，你即马一个宣誓了起来做迄个位啊，你甲反头讲要甲冰倒，哎，这有牵连啥？牵连你欺骗呢？你讲宣誓就是讲答应啊，答应了佫讲冰倒，人国际上袂当接受啦，袂当接受啦。所以到尾啊，阿扁啊看看讲啊，做不到就是做不到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内面的选举就伫真内面啦，哦啊，所以这个选举的部分，阮常在咧讲，啊讲到红筋脑壳，啊筋到后壳拢强要病去。但是我嘛爱讲，因为咱台湾人要甲这个脑洗活过来吼，确实是袂遐简单。因为60几档，包括电视新闻，包括学校教育，包括社会教育，几乎全面拢甲你洗啊，洗甲你拢戆车车去啊。所以为着这个选举的部分哦，阮真正是来费尽苦心嘛。啊，但是哦，无讲阁袂使，因为安怎讲诶，这个选票，那伫民主社会、正常诶社会，选举是权利，用权利，简单讲就讲，你像伫监狱内面诶犯人，犯人吼、哦，食饭是啥物？是伊权利。啊，边啊，进前有讲，伊用。绝食，哦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就是你用权力甲放弃，我用我的权力来换我的问题出来。啊，你若用这个办法，这国际上拢看有。所以，我阵在咧讲讲，讲你若用选票你的权力，你会当做武器甲放弃权力，来甲这个台湾的问题凸显出来，安尼国际上就看有啦。即即种有进程，拢有即个例个过吼。伫波罗的海三小国内面吼，有一个即个立陶宛呢，以前吼30-40年来拢是苏联咧控制。啊，你安那算安那紧安那搞虾米强，安那算就算着因苏联的人，因苏联咧支持的人，所以拢伫个口外面跳袂出哩。到尾啊，因呐来，大家和乐而说这。立陶宛的人拢合作，讲来，我唔爱甲你投票，唔爱甲你参与选举，
最后30几%的投票率，搁国际上看看，哦，安尼人因的人无要互苏联这批的人来控制，总啊安尼变过来，变啊真水快。啊，这个部分，阮讲个真正是有嘴无脑，台湾人听无，听无啦。因为咱若讲真正投票率，互伊降到50%以下，国际上就知影讲，这个中华民国人，台湾人无爱啊，人无爱，啊无爱的话，人自然国际上就干涉了诶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真正是讲诶，这台有点啊智慧啦。一般的人，就因为从洗脑、从安尼教育、甲怎啊宣传、甲怎啊戆恰恰去，所以变成对这方面怎完全无概念去。啊，所以因选举会甲你，若逐间要到甲选举进程迄几个月，电视、报纸、媒体安尼收音机、枪枪棍，拢咧讲选举，这啥物原因？就是甲你教互棍，敢那想吼，你要去跋筊城跋筊，先甲你讲哦，你去一定会赢。啊，遐偌好个呢！啊，互你住免钱，啊，食免钱，安尼热滚滚。你无去吼，会敢若像落一块肉共款。啊，所以造成吼，你若到甲伫迄个环境之下吼，无去，伊就感觉心痒痒呢。啊，佮加上民进党吼，安尼夹夹滚，滚讲咱会赢哦，咱会赢伊偌济哦。啊，结果逐摆拢输，逐摆都共辜，这就是即个原因啦。跋筊的人哦，要去进前拢热滚滚啊！我要甲赢50,000回来，结果唔知一去吼，回来是输甲剩500,000，这就是人因的奥妙伫遐。啊，原因就是呐，伊甲媒体掌控掉的，互你个滚，互你个热，热甲吼无去甘咪做，无去甘咪斗袂使。啊，这个背后的目的，就是要安那，要互伊选举的投票率悬起来。关起来了啊！呐，伊会当用这向国际上讲，你看，人台湾人日日滚滚，爱要给我投票给我，啊，你敢会当讲我无甲管理嘞？袂使的啦。所以造成安尼因素，所以其实吼，伫西藏啦吼，讲西藏大家应该知影，就是即摆咧讲吐蕃，西藏嘛有咧投票呢，西藏因嘛是流亡政权呢，伫遐嘛有咧选举呢，但是我问各位。印度人会去甘伊参选袂？有袂？会袂？袂嘛？啊，甘会去甲投票？会袂？嘛袂啊！啊，偏偏伫台湾遮，人因中华民国迄条外来诶，迄条流亡来诶，啊，台湾人就不要去甲投票，要去甲参选，啥物原因？就是用苦啊咧甲你苦啦，苦诶苦来到因兜啦，是安那全世界。咧选举，无迄个讲选后，搁一个30块、50块咧，互人个呐，独独干那台湾呐。所以国际上讲，即叫做雷帕贝奥卡西诺唔对啦，爱叫做雷帕贝奥卡西，唔雷帕贝奥卢切纳唔对啦，爱讲雷帕贝奥卡西诺，就是挂叫共和国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即个情形下吼，人国际上拢讲绝对无即种方式啦，啊，总偏偏干那台湾安尼。所以这个现象，伊就是用钱来甲你靠，互你，你咪照想要去得到迄个利益。像最近这个1月14选举的部分，民进党出来选蔡英文609万票，一票50块，大家得看卖看偌济钱，足恐怖呢。啊，这钱上的钱，咱坐各位。老官老会的税金钱呢？安尼讲合理？实在真正实在讲个，讲中国人伫遮吼，啥物款的手段，啥物款的奥博尽做就对啦。哦，所以一个足真正实讲个讲吼，咱若真正要甲结束掉吼，咱真正有哪爱有点啊智慧啦。伫美国迄边遐吼，遐个迄个啊，我是住伫洛杉矶，啊，洛杉矶迄边遐有一寡。我那台湾的所谓讲讲中国人去伫遐啦，啊！我伫2008年，我伫美国迄边遐是做过民进党的主委，我那民进党跳出来，啊！当初咱是大家，我相信足侪人嘛有足支持、足热心咧，甲斗下手，因为目的就是希望后壁这个台湾的好啦，哦。啊，结果无伊讲即摆行到有迄边去啦吼，但是我当初伫遐咧做的时阵。
这个中国人伫美国，有办一个十月二五，讲啊做光复节，吼、哦，啊，着讲，要邀请一寡遮各地方的人来参与，讲来庆祝这个光复节啦。啊，伊真正有甲邀请啦。啊，伊想讲啊，这可能袂来啦，因这拢绿色的嘛，绿色可能袂来，因为拢中国人咧办的嘛。伊甲我讲，讲十月二五要办什么会，啊，要请什么人来，来我来，伊拢插一条。讲啊，你真正要来啊？我系我真正来。结果去，伫迄搭遐都五六十名，都单单一个我绿色的尔。哦，啊，即卖迄一个教授吼，迄是啊，做西来大学的教授啦，叫做季纯啦。哦啊，讲几点钟的哦，讲因开了宣言，讲因什么什么话一大堆，讲什么台湾是因的领土的一部分，有诶无？安尼讲啊五四三，讲了一个煞，我拢甲抢麦克风过来。我讲，我甲恁，迄阵因遐拢中国人啊。我拢来讲，我跟各位在座的，请问三个问题。您所谓光复节，那么我问各位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1945年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你们中国国民党或者现在的中国人民共中国共产党，有没有一枪一炮打到台湾来？有没有？大家拢点点呢，头拢咧咧，唔敢讲呢。我讲答案是没有啦。啊，既然没有打到台湾来，那也讲是你光复咧，不得力嘛。你没有打来，啊，就讲你光复了台湾，这不要脸。我很敢骂，我不要脸，好因大家拢头咧咧呐。哦，我讲过来第二个问题，我问你们。1945年10月25号那个时候，你们是怎么到台湾来的？那你们之前是在哪里？我之前哈、哦、还没有到台湾来之前，你们是躲在山洞呢，秘在山洞来呢，去和什么人？和日本甲打嘛，打到硬的兵硬的走，迄阵讲啊，这万里哎，干哪了？叫做。叫做转进嘛吼，讲啊，这转进啊，其实是美日本个甲拍，拍到美丽到四川重庆个山内到底，迄山洞内面，因拢有图片个哦，啊，拢有熟悉安尼。我讲恁美去到迄个所在，啊，怎么忽然会到台湾来？我问你们怎么到台湾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因拢唔敢应，拢唔敢应。我讲我跟你们讲，我嘛拢有准备一挂相片。我讲吼。你们是坐美国的军舰跟飞机到台湾的呢？大家拢目睭金金的看，拢唔敢演啦哦。我而且到了台湾哦，还不敢下来呢，因为台湾迄早是日本兵伫遮嘛，后尾惊死啊！到尾也是美国的军机内面遐苏联拢啊塌落，还过了个过了个台来陆地安尼啊。我讲既然这样子，怎么台湾是你光复呢？无耻！我很敢骂啦，我无耻啦，无喙齿就对了。过来，我讲哦，再来，我问你们，在1945年10月25号的中山堂，迄个是中战结束嘛？结果你们挂的是写光复啦吼，无要紧，但是外口的牌楼顶头挂什么旗啊？因大家拢点点唔敢讲。我下相片要看，你们自己看，上面挂的是美国国旗呢。啊，在中山堂里面宴客厅，遐客厅遐大厅，上面挂什么旗？美国国旗、英国国旗。那在中山堂的顶头大礼堂顶管挂什么旗？因拢唔敢认呐。我照片在这里，有美国国旗。有英国国旗，有苏联的国旗，有啦，有哪一支恁请恁阿爸也没有错啦。既然有四支国旗底下，怎么说是你光复呢？拢袂样用，敢那头咧咧啦。啊，到尾啊一个中国啊，啊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你不可以讲了。总要用安尼个麦克风去唱倒转去。我讲小多妈的，恁中国人吼，用这种的，从你进到台湾的第一天就开始骗。一直骗，骗到今天60几年还在骗，无耻，不要脸，可恶到了极点。哦，我拖累你干咩啊？每个人哦，拢讨厌的，亲不亲嘛？那个对啦。
所以为这个小小点滴吼，咱就会当感觉会使。咱若知影真相，咱若知影真正的事实，讲了到底，因无话通讲。啊，因嘛知影讲，咱已经知影代志啊，因就无法度人去含你对峙了。这就是咱的武器，所以咱平常时啊有将一寡资料爱收集，收集了多，你自然头壳内有物件，你要安那含伊抢，至少拢有机会。哦，所以我咧讲讲，平常时啊的概念甲含册内面的物件吼，咱甲吸收起来做平常时要含伊抢，而且的武器甲含智慧。哦，那么佮讲到啊讲这选举的部分哦，选举的部分，我嘛有咧进前我咧甲因讲。讲咱选举吼，人因这是中华民国所设的圈套，足清楚呢。我问伊啊，我讲台湾的军公教、军公教的人员，遮的人口、遮的票，谁咧控制？谁咧控制？中国国民党嘛，对不对？中国国民党控制遮的票呢？遮的票、遮人口。你甲加加咧，计算去得在偌济？几百万的有无？全部军方的公教人员、教育人员、公务人员，这甲加加几百万的有无？哦，啊，过来，每一个乡里、台湾足济所在，有啥物？有农会、渔会、水利会，啥物会一大堆，有诶无诶会一大堆。遮谁咧控制？谁咧控制？中国国民党呢？即中国人咧控制，即票甲加加嘛不计其数呢。哦，啊，过来每一乡镇有镇公所、有乡公所、有啥物啥物东部所、啥物外国所一大堆所，无变数无啦。哦，即啥物所一大堆，遮的人员、遮的影响力，甲加加咧看偌济。哦，搁再来。台湾所有的媒体、传播机构，这个算算加加，又阁是偌济？这个影响看偌恐怖。那么安尼个加加，人基本都已经五六百万，甲你踩伫遐啦。你要哪赢的？无怪人每一摆咧选举，啊对啊，老师我有头即马有加带来啊啦吼。咱茫算重复啦，重复会向甲咱检举。哦啊，既然遮哪济数字？所以每一届，那咧选举，国民党的人老神在在伫遐咧纳凉，啊，咱着拼到要死，一箍五角安尼穷，穷穷的来咧含咪舞，来咧含咪赌赌在，敢舞会赢？所以台湾的民主，敢真正有民主？所以我伫美国遐，甲遐美国人讲，台湾无影民主呢，真正是无影民主。民主毋是安尼呢，民主哪有讲即个党？几千亿个、几啊百亿个，东山啊，好一寡只迄落钱，安尼硬咧加，啊，另外一个党，一箍五角安尼穷诶，全世界无安尼，全世界无安尼，所以即种情形是无公平啦。啊，有自由无？嘛无影有自由呢。那咱若去上街啊咯，人后壁跌死啊！啊，人因中国人若去上街啊咯，红衫军诶吼，拢无代志啊，够有道理。啊，国旗，咱若讲中国人的国旗啦，迄车顶那摆国旗，咱当然无爱啦。啊，但是真爱为着要抗争，即个中国人来吼，咱举起吼，嘛甲咱叠到要死啊，够有道理。啊，即马咱即马一个讲个点啊，大家小，伊讲啊做损毁罪，即马要搁爱掠去关，头甲尾一寡游戏规则拢一定的啦。那安尼，即个选举敢有啥物意义？敢像咧比赛篮球？咱若落两粒入面吼，伊讲无，你无准算。啊，人伊落一粒讲哦，这五分，啊，你要死落来，真正要死落来，看哪算嘛算输伊啦。啊，若安尼，这种选举敢有好处？对台湾人的前途敢有啥物任何的好处？完全都没有啦。佮讲倒转来，国际上这个中华民国是无承认。哦，啊，既然无承认，咱去摸这个新主牌要创啥物呢？所以我当时啊，因为我家己本身也做过民进党哦，我有哪知影伊内部足济问题啦，包括上简单讲，即、這个民进党的党纲就是上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，这个脉络。第一句我嘛感觉甲蔡英文讲过，第一句就唔对呢，第一句就欺骗呢，啥物话？第一句伊写哪？写
中华民，咱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国名叫中华民国。啊，我敢问啦，我讲那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为什么咱袂当入去国际社会？为什么国际组织咱袂当入去？为什么国际上的任何事务咱袂当参加？为什么？本来为什么呢？伊拢袂当应。啊，过来，你讲台湾的国名叫中华民国，谁甲你讲的？谁甲你讲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国名？完全拢唔是嘛！所以头到尾拢欺骗。啊，那安尼恁哪会无爱改咧？哪会无爱想办法甲废掉，搁重新来咧？讲台湾是咱真正家己台湾人的台湾，嘛较会听一。什么中华民国是咱的？中华民国是迄、那个啊，到尾啊咧选举，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台湾。啊，搁再讲啊，讲中华民国的外来，已经唔是外来的政权啦，完全拢胡说八道，完全咱咧欺骗。啊，那既然安尼，今仔行到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行到变成去骂中国的大队，是早晚的代志啦。啊，果然我看了得。我甲聊个准准，即马一个选举，人一般呐选举啊，着总讲选举是一种竞争嘛吼。竞争选举了，无嘛等于讲检讨一下，啊无上者嘛靠靠的，啊佫出来佫战嘛，伊毋是呢。即马一个选举等于，哎啊想啥，怎啊装甲水当当，打扮妖娇的模样，啊佮去摸做人的小三呢？小三大家知啦吼。小三就是啊，人的第三者嘛。中国的代志是中国国民党甲中国迄个中华民国这两个关系嘛。咱是含都无关无系，无代无志。你真正的水当当，搁去做人的小三，一点仔道理都无。啊，搁甲台湾人关关咧，要去做伴手礼，完全拢唔对了了的，完全拢实在乎台湾人非常失望啦。哦啊、所以这个基本的架构之下，我是讲讲台湾人的咱，咱来好好思考，咱的路，若要行中国的路，唔免你努力。有中国国民党嘞嘛，啊有这大党嘛，啊有这人因咧好康的当好咱嘛，那得个你民进党来插一脚，做人的小三，无必要嘛。哦，啊，咱就是东西拼个拼生拼死咧拼你民进党，就是希望看会当甲冰天，看会当甲行一条搁较水的路袂出来袂，结果唔是啊，煞变成何乐何失？即马煞变成人因遮一寡遮较有迄个新潮的，遮有诶袂？人伫迄边吃香喝辣呢，啊咱伫遮咧吃苦喝辣椒呢，足侪凄惨的代志，拢伫真内面演变。啊，这就是台湾人。无法度人看眼光看国际上的代志，所以一步一步的点点滴滴吼，咱有哪爱好好去思考，因为伫咱国际法内面，伫咱战争法内面，咱会当看清全部的大概。啊，所以以后若咧看报纸，我相信各位在座会比其他的人搁较够看，因为咱看有啊咧，看有啊，看有啥物话？那平常咧讲啥物？中，你讲台湾退出什么什么国际组织，你茫甲相信啊！这台湾都毋捌有国过，要哪有感觉过什么国际组织？应该讲是中华民国退出什么组织，安尼较对啦。啊，但是若无着歹的物件，拢甲你讲是台湾。啊，若好的讲哦，伊是中华民国的。这些人哦，你啊心歪一边，啊心好够高够薄伊咧。哦，所以足无天良的。但是咱本身。咱爱先有智慧去判断，伊咧讲的对啊，唔对？伊个咱家己本身爱有迄个概念，知影讲咱甲中华民国，咱甲中国是无关无系。哦，这个概念咱也先有，自然咱会当知影讲伊咧胡说八道。所以这个部分嘛是我爱靠大家平常时啊，这个国际法方面的资料，尤其咱有一个网站吼。是民政府的这個官网内面，我足侪丰富的资料，啊，好啊去思考，好啊去看。所以我当时啊含我少年啊来讲哦，讲我问恁一个问题，简单嘞。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含对一国咧战，我这少年啊吼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跟日本打仗。我甲问讲，是安那该跟日本打仗？啊，找到只讲八年抗战呢、啊。八年跟日本抗战啊，真正是冤枉哦，占唔到药啊，啊嘛惊唔到房间啦、啊。
咱哪有咧含本钱啊？我甲讲，啊无你转去问恁的爸爸妈妈，啊无佮问恁的阿公阿嬷，迄阵拢安怎讲？迄阵拢讲吼，较紧的飞机来咧轰炸，美国的飞机来咧轰炸，咱赶紧来避防空壕，是毋是？对毋对？老一辈应该拢知嘛，对毋对？这千真万确的，我无甲恁骗呢，正确的嘛。安尼含上战，含美国战嘛，是毋是？啊，所以迄阵的咱是日本台湾呢，从基本的干那一点，台湾囡仔、学生囡仔都拢听，都人当遐的兵未好势，啊，这就是洗脑，这就是共产党一贯的策略，咧甲你扭曲的历史。予你袂记起你的历史，啊，用伊历史来予你听，这就是阿辉伯啊！伊怎嘛讲，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啦？什么悲哀？家己的历史袂记了了，啊，拢看伊的历史，讲啊，这你是中国人安尼就对。啊，其实咱敢是中国人？敢是？较大声嘞啦！敢是？唔是嘛？啊，咱嘛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呢，咱都爱有哪有认得清楚呢？不止咱毋是中国人，嘛毋是中华民国的人。吼、哦，咱若无即个概念先甲用落来吼，即、這个前提先放落，会去互带偏去啦，会叫带歪去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因中国人因来到台湾，因为伊有几啊千冬的斗争的历史啊，因比咱较厉害啦，因真正比咱较厉害。啊，咱若要含因这拄倒在，咱输伊啦，不如切落哩。吼、哦，田无沟，水无流，切落清楚。安尼，咱做咱的台湾人，或者做咱以后伫美国军政府托管之下，啊，或伫美国军政府来甲咱监管之下，一种的，下一种方式。安尼，下面中国切落去，咱自然就袂去互伊，互伊安尼甲咱吞大，甲咱糟蹋啦。哦，这是咱基本上的一个基本概念。再来就讲，中华民国伊利用这个选举到尾啊。伊选好了，伊嘛是得爱安那，得爱听美国个一个公函来，甲你斗好，你才有准算啊！啊，所以人足济人拢搞不清楚，讲和美国敢有啥物关系？其实关系足简单，美国是占胜啊，占赢当然你有管理嘛。所以，阮伫美国迄边啊，阮是拢伫美国洛杉矶啊。美国的国安单位拢有咧和阮联系吼，啊，台湾则是拢含 CIA 啊，甲含即个国防部部分拢有咧联系。伊嘛讲啊，足简单。有一天，我美国若要来处理台湾的问题，我爱坐落来含日本谈。哎，大家听，安内撇坐无定，佮走日本出来，足简单啊。我当初战争是含上战，讲啊简单，讲我含上相拍就对啦。也含日本相拍嘛，哦，啊，日本是战败，互我战败，我若要处理，我当然爱含当初含我战的人，含我拍的人，我爱坐落来含伊讲嘛，讲看要安怎来处理嘛，已经下67冬啊呢，67冬啊，啊，只吃苦连天的嘛是咱台湾人呢，所以咱伫国际上的国际法，咱其实是拢徛会条啦，啊，问题是咱从洗脑洗到哪拢戆戆渺渺，唔知人套啦。哦，所以我常在伫国外遐嘛咧甲因讲，伫人间的公理，徛伫咱台湾人这边；伫天顶的天理，嘛是徛伫咱台湾人这边。哦，啊，伫国际上的法律，嘛是伫咱台湾人这边。剩的剩啥？剩咱有要讨无？啊，恁有要讨无？对啦，咱要讨啊到。啊，一点一滴拢袂使，互老讨到够，啊，互台湾的问题，台湾的甲透开啦，安尼对唔对？对。因为咱若唔讨，是咱家己吃亏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唔加要求，嘛是咱家己怣呢。因为国际上的国际法足简单，你若唔出声，就表示你无要求啊，你无需要啊。吼、哦，伫欧美的逻辑嘛是安尼呢，迄囡仔吼。那到个生日吼，伊会甲你讨呢。我爸爸，我的 birthday 快到了，我生日到啊，就是咧甲你讨物件，咧甲你讨礼物啦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那较有概念的囡仔，伊会甲你讲，啊，我要爱一个什么货哦？我要爱一个 notebook， 我笔记型的电脑，我真贵呢。我无啦，恁爸都无遐侪钱，你嘛好心的换一个细项的，啊，就含伊参详。这就是安那，你有要求，有讨，
自然伊就会付你，有就会付你。啊，会去想你有需要无？啊，你需要到什么程度？啊，我偌济钱会当付你？这就是互相的 negotiation。所以咱和美国遐同款，咱自然战败，但是战败唔是表示啥物拢去了了呢？咱有咱的人权，咱有咱的公义，咱有咱的道理，咱来讨。咱要讨啥？讨你去美国。战胜国，你要根据国际的国际法，根据国际的战争法来处理台湾的问题。你今仔甲我放点点，行不通呢？国际上会讲话呢，所以咱赶去甲告。2006年，然后告到2009年，这就是照这个道理来行。哦，啊，有人讲啊，恁告迄敢有效？足简单，我甲因讲吼。为地方法院 District Court 到 Superior Court 到 Supreme Court 高等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，若是咱的案件和美国无相关，美国就甲你踢断去尔。我啊，这都和我无关的，一句话尔。为什么会当予你为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安尼硬来武武到遐那久？就是咱台湾和美国有相当相当的关系伫内面啦。啊，无伊袂甲你受案，袂甲你处理啦。啊，既然有关系，来杀着仗啊，来，我着要讨较到。咱着爱尽量利用即个国际法的内面来甲讨物件。足简单，我嘛无要求你啥，照国际法来行。你着甲我倒转来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台湾的代志整理好势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阮着战败者，我嘛愿意受你来管，无要紧。但是你袂用个叫一个无相干。诶，第三者，诶，这个中华民国来伫遮咧吞打台湾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逻辑内面，咱是有正当性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若无甲讨，叫苦连天，食苦连天的是咱台湾人，是咱家己呢，毋是美国人呢，嘛毋是日本人呢，是咱家己伫遮咧叫苦连天呢，哦，所以美国有哪非常清楚，爱咧等咱，等咱啥，等咱发声啦。救命哦！等咱叫救命，啊，唔通讲哦，要爱人救，搁解释哩，叫较细个声，救命哦，救命，迄无人听有啦，较大声咧，大声甲休，讲落啊嘛甲休无要紧，安尼较听有啦。所以我当时咧讲，你都跋到蓝天深坑啊，啊，搁惊人救，跋到蓝天深坑，爱搁听到要死啊！你要大声喊嘛，喊救命，较大声嘞，无要紧，自然人就会弹射来甲你救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拢唔喊，人想无定你爱要站遐嘞，你爱要落落遐嘞，底下无定真爽嘞，作变成安尼啦。所以咱家己爱有迄个概念，话人咧讲讲，台湾哦，都爱靠咱台湾家己啦，唔通靠外国人啦，外国人拢袂靠一啦，各方落着牵落着圈套啊啦。我甲因讲哦，中国国民党即马何乐何事？含啥物？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咧斗阵，咧安尼何乐何事？人因就会当去找这個救兵，咱台湾人方关伫苦啊内，叫美国、叫日本，有啥物唔对？有啥物唔对？咱嘛是有权利咧，你会当找救兵，我嘛来找一个大苦伯来含你抢啊，看有啥物唔对？是唔是？所以咱叫人来给咱帮助。唔是虾米唔对的工课，但是咱来勇敢大声发，啊，咱来照规矩来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所以叫人甲咱救是正当的啊。哦啊，但是救了唔人怎啊倒海，还要叫人来你拖啦，这是无道理啦。你人甲你救，你爱勇敢无奈徛起来，安尼唔得顺风摔倒墙较紧嘛。哦啊，你若讲倒地啊倒海，还要叫人甲你拖哦，门都没有。哪有迄种代志？嘿，你咧食苦是你呢，唔是我呢。我是不过甲你替你救，因为你在咧发声，无甲你救袂使啊。所以这个概念、甲逻辑，咱爱家己搞清楚啦。哦，爱家己搞清楚。啊，其实伫美国迄边，因诶，我讲也好，因诶一寡遮高层诶吼，对咱一步一步行动拢非常清楚，拢非常清楚。尤其是最近吼，即几冬来诶动作，美国嘛足要伊啊。美国最要的，因为美国咧讲要重返亚洲嘛，哦，要听过一句啦吼，讲美国要重返亚洲。啊，我问各位，地图甲掀开，亚洲这个所在，对一个所在是无主权，对一个所在是还佫袂处理的，剩台湾嘛。
其他大家国家人拢已经完整了嘛，剩台湾。所以其实美国讲要重返亚洲，简单一句话，就是要重返台湾的意思啦。政治吼，尤其是美国咧讲政治话吼，拢真艺术呢。敢那想咧画迄个抽象化思想，来看你家己去哪解读。啊，但是你若有一个国际上的概念，就看有啦。哦，啊，无这抽象化放伫遐讲，哎呦，而且阮后生嘛样画，三岁囡仔嘛样画，这靠有啥物？啊，都规个油菜拢啊破咧，啊，就是抽象化，唔是咧，内面足侪文章啦。所以咱来靠咱家己的一寡概念、国际法各方面的概念来甲解读这个物件。哦，啊，所以美国要重返亚洲，重点伫遮。啊，今仔我讲重点伫遮，足简单，内湖金马路100号，大家知啦吼。100号遐咧起一个军事基地，报纸媒体甲你写讲啊，啊，迄是 AIT 要搬去遐啦。我问各位 ，AIT 敢需要遐大片？啊，若要管台湾，敢需要敢2万片？2万片正大片呢？2万片听讲是要甲8架咧嘛，7架外咧吼。遮大片的所在，啊，地下是搁建起来当进进出出，啊，顶悬搁有直升机当降落 ，AIT 敢需要遐大片？AIT 目前即摆我所在搁咧裁员呢，啊！你想伊敢需要遐大只？要做运动店，还是要走运动会？无必要遐大片。美国迄边我哪讲讲个足清楚，遐就是将来远东地区的军事基地，军事基地啦。伊要掌控的唔定台湾尔，包括南海，包括东南亚一带，拢是伊所需要管理的所在。啊，至于 AIT 吼，有一天敢会当入去，啊，佫一个真大问号呢。AIT 是民间的组织啦，民间的像个社团啦，好，还是商社迄种的安尼尔。伊会当入去遐无，佫一个真大问号咧。哦，因为迄个所在，若既然军事基地，军事基地势必美国的军事政府就爱入来。啊，军事政府若入来，即个流亡的中华民国。就要想办法甲结束啊，甲处理掉。所以，阮一步一步咧做个工课，拢伫美国个安排甲含指导之下，咱来咧进行个。甚至咱去年12月份，有咱一个即东兴乡亲150名去到日本。美国个国安内，我是去年12月份来参加即个迄个去日本个行动。12月2号，我撇一个赶紧拼转去美国，因为圣诞节吼，无转去会用公交车吼。因为美国圣诞节是非常重要日，结果我一转到美国26号，美国国安同你电话给我，讲恭喜恁哦，恁做甲真成功，做甲真好势，做甲真水。那么因为迄阵时间多，有那过年过节啦吼，到甲2月初，因迄边的人搁含我会面。甲讲一句话，恁即摆的成功哦，不但日本、美国遮拢知影。我看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媒体拢无报，因为咱去迄逝拄好遇到呐北韩迄个金正日过身嘛，所以媒体也无拢报者。伊讲无要紧，无要紧，迄民间的尔。我所讲的美国、日本拢知是高层的，所以日本迄边的高层的，甚至美国的高层的，包括国务院、包括国防部、包括遮所有遮重要的单位。几乎拢知，奥巴马嘛知，奥巴马我那知啦。所以咱咧做个动作，因拢有记录，啊，拢情报拢做甲足清楚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然后伫即个3月初，今年个3月初，我有去参加一个日本总领事馆伫洛杉矶个总领事馆，因办一个啊做3.1个地震个一个感谢会，啊，我有去参加，伊就邀请咱过吼。啊！我一个含总领事要握手的时阵，那个总领事讲：“啊，恁有100几个人去日本哦，比人较清楚，比人较清楚。”我袂甲开嘴的，伊就家己甲我讲安尼。所以可见哦，日本的重要的啦，吼、哦，当然民间的可能话还佫无啥知，但是重要的这阶层的拢知影这代志，美国嘛知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情形下，咱是一步一步咧杀，咧杀啊，杀到有一天，咱也起来到桌仔顶啊。自然，代志就愈来愈明朗化。啊，这嘛，咱有爱靠大家一步就搁继续努力，继续坚持。因为伫国际上，我头先讲的，国际上的国际法律，咱徛会条；伫天顶的天理，咱嘛徛会条。
啊，伫人间的公理，咱嘛徛会调啦。剩的就讲了，要讨无，要讨无，安尼尔啦，要讨无。对。对。所以咱若真正坚持到到，总是有天光的一天，总是会当予咱达到咱台湾人出头天的日子。哦，啊，这个部分，咱唯一就是爱靠啥物，靠大家较认真啊宣传，因为咱无。媒体的传播机构，有时干那靠网络啦，啊，有时干那靠大家口耳相传，到处去讲，讲予更加侪乡亲士大大家当知影，有这个概念了，以早所行的路唔对了了的，无要紧，咱即马六十几档后，今仔日咱赶紧过来掠一条正确的路，赶紧行出来，因为老实讲，民进党的成立，这嘛是一个真大的陷阱，咱台湾人哦，伫这几十档来。犯着两摆大错误，两摆的大错误。爱当讲的讲，咱有哪是无法度通去理解甲国际化的概念，开造成今仔这唔对。第一项就是啥物？1945年的战争后，伫中国人来台湾迄时阵去码头，人零人散欢迎这中国人，甚至机啊甲倒倒饼的，是啥物人？咱台湾人家己呢？啊，迄阵平常心讲。早一辈的人足济，拢是有一个心理，讲啥物心向祖国啦，心向一心归汉呐。哦，可能我像老一辈话，还佫有这个观念呐。啊，就是呢，因为以早日本时代咧管制足严嘛，管得真正真严。那贼仔吼，还叠甲假死呢，啊，无像即卖呢呐，贼仔着佫甲剥削，着佫将饭锅只着佫带高级的囝甲绑。即马拢无啦，以前时代拢无安尼啦，所以可见日本时代遐那严肃、遐那威严，造成为台湾人吼、哦、会计少呢，会无满意呢，啊，造成等到有一天，日本战败时，哇，伊就表现迄个心态出来，一心归汉，我迄个汉唔知是汉药还是毒药，搞不清楚，哦，啊，所以这第一步的错误，造成然后的228，造成然后的白色恐怖。怎啊变成？迄个时阵，予美国，尤其是战胜国的美国人，搞不清楚，恁台湾人要做台湾人，还是要做中国人，还是要做原地日本人，搞不清楚，所以造成人伊嘛咧观望啊，啊，着予恁无看卖啊咧，无咧到咧了了了，怎凄惨？哦，啊，即马第二摆错误，就是产生伫民进党。我先啊讲个民进党，因为民进党的成立。是蒋家、蒋经国一手所主导的一个阴谋。你想看卖，燕山饭店，什么人的所在？什么人去的？宋美龄去的嘛？是人因蒋家的一个西摩马克，那是因的标志的所在呢。啊，你去啊，甲设一个洞。OK， 过来，你当初民进党成立的时阵，这个创党的人有什么人？有足侪中国啊呢，有足侪新潮流的呢，有足侪因的人人脉呢，这就是把你的细胞藏因的 DNA 里内面。啊，所以今仔造成到今仔日的演变，煞变成民进党一个起来，怎啊无法度通去甲中华民国解脱啦？那以前还未有中华民国，还未有民进党的时阵，所有的党外。恁若大家有接触到党外的人员，第一句话拢讲安怎讲？拢讲要甲推翻这个外来政权，对不对？拢讲要甲这个外来政权割掉，还是安怎哦？讲啊足激烈的话拢有。结果后来，互你入来，入来考啊内面啊，你这句话讲袂出来，你这句话无在条人讲啊，因为这就是伊的中华民国的圈套嘛。你一个入去，变成我。即马咧摸新主牌啊，是民进党呢，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即嘛毋是台湾人的民进党呢。所以你若去甲看以前伊的历、伊的来龙去脉，内面这些人足侪拢是中国派的人，足侪拢是甚至一寡这新潮流的人拢插伫进内面。哦，啊，这个原因造成到今仔日，行，造成台湾人唔敢话要结束中华民国，啊，就愈行愈偏。所以其实台湾人的问题，从基本的，咱台湾人的艰难要透，第一步，爱先结束中华民国，结束这个流亡的中华民国，台湾的路才透会开，后壁阁有两三个结，
都较会透一。啊，你若第一个角无透，后壁路你无法通透，因为你即一粒大粒石头挡伫遐嘛。敢若我咧讲个一个门，门外口着一粒石头堵伫遐，你千塞嘛塞袂开啊。啊，你要塞开吼嘛无难呐，即粒石头卷走，卷去对，卷去金门妈祖。啊，若无甲讲个破，安尼着开啊啦。来就足杀开啊！所以中华民国若结束，中华民国若处理掉，后壁咯足轻松，因为一关一关的夹足好透。所以咱的目标干那一项，先甲中华民国结束个掉，了后壁咯就透会开啊！所以我头先咧讲讲，台湾人伫两摆的错误的认知，两摆错误的判断，造成咱今仔日67栋啊，遮尔那困苦，伫即个口啊跳袂出来，的原因就伫遮。甚至民进党这些大脑级的，因嘛家己承认呢，《玉山周报》内面嘛报甲足清楚啊，伊家己承认嘛有下人调查局的钱啊。什么人？谢长廷啊！我直接亲身讲无要紧，谢长廷伫这媒体内面人嘛讲嘛知，伊家己嘛承认啊，家己嘛承认讲伊有下调查局的恶刊呢。啊，既然下人的恶刊呢啊，你着敲软一半伊啊嘛。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这拢真大阴谋。而且我嘛不是讲要批评伊，但是我就事论事啦吼。咱今仔日既然有这个危机伫内面，咱来看清真相，啊，才有法当面对真相。有困难，我常来讲，有困难无要紧，但是你爱面对困难，才有法当解决这个困难。啊，若你讲遇到困难，你无爱甲看，无爱甲插，迄个困难永远伫遐啦。咱若面对伊，一个甲一个甲透开。道理内面，甲分析、甲讨论起来，原来这个民进党不是台湾民进党呢，是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安尼有恐怖无？真正是足恐怖，按中国人足厉害，要到30栋啊，较到甲今仔这个2012年，台湾人较种啊夭寿啦，唔对啊，人因咧原来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甚至渐渐行要变成中国的民进党啊。安尼有可能无？台湾人确实真正互人砍伫这内面，啊，佫有一寡遮家己的台湾人，佮家己骗家己骗惨落，确实吃力。所以吼，咱若代志看清楚、看真相，所以咱若对我咧讲的无困难，佮讲真相了，讲真正的、真正的道理，安尼就好啊。万免佮加油添味素，我头先讲这拢无加油添味素，拢事实的嘛。哦，啊！你若讲这方听，大家会去想啊，有影就对。阮迄阵在战争都毋是含日本战，都含美国战呢。哦，啊！阮迄阵迄个做支持民进党啊，大粒官、细粒官安尼舞，啊舞到今仔话，伊煞怎变成行回中国去？所以我咧讲啊，讲选书的惨了啊，啊无检讨套的，无嘛佫出来佫再较坚强的。伊毋是选书了，等于怎装啊水当当，啊去做人的小三，啊这敢是咱台湾人要卖？恁敢要爱安尼？我看嘛是无爱嘛，对不对？要做小三，无你家己去啊！我嘛甲蔡英文讲，你咧讲台湾是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是台湾，那要死你去死啊！啊，阮无爱死呢，你要死无？无爱嘛！啊，既然嘛，你来赶紧甲台湾人的心捡起倒转来，咱向国际上来争取，用国际法律，用国际的道理、战争法各方面来甲争取，这路国际上拢听有。国际上的道理，拢因拢足清楚。用这安尼来个讨伏行，咱总是会行到一条路出来。哦，上重要就是咱来坚持，坚持，坚持，再坚持。这条路行通，自然咱的路就透会开啦。哦，啊，这中间若遇到任何困难、有挫折，唔通失志，嘛是小伤。人讲讲，目屎擦擦的，继续冲。继续拼，最主要是伫这个国际法律内面，美国嘛承认，美国嘛真清楚，所以因伫后壁咧甲咱铺路，咧甲咱指导的，其实咱这论述内面，足侪拢是美国提供出来。啊，日本是即几冬，尤其是即一两冬，咱为旧年去日本了，一个105的去，嘿一个，因怎啊笑醒起来，怎啊哇！原来台湾吼是日本天皇的台湾，原来台湾就是日本台湾，原来台湾就是因的好处边，因的好所在，因的好兄弟，因怎笑醒起来？啊，所以咱即马一步一步硬咧甲杀，叫因爱含咱做伙来出声，
出声了，美国若面对着讲，人日本甲日本台湾拢甲做伙啊，来要讨啊，伊脚步就愈紧，脚步就愈紧快，因为这有正当性，这嘛是合国际法律的，所以伫美国的地位、美国的立场，伊有哪款讲过吼？台湾这个所在无大啦，但是呢，足重要。人讲敢咸钱，迄个咸姜啊吼，一粒仔囝咧，足咸足好食，足有道理，足重要的所在。那么这个所在要处理，一定爱和日本牵做伙，因为台湾那家己一个所在危险性真大啦。因为边啊这个阿爸生土匪伫遐咧，目睭金金看。哦，那么那和日本牵做伙的话，日本伫美国来讲是伫亚洲重要一支大枝条啊。咱那个牵做伙，日本也安心，美国也欢欢喜，因为安尼话伊免啥负担伤济。那么咱和日本若结做伙的话，咱的路愈宽，和日本行做伙，至少咱是向欧美的方式嘛，毋是向中国的方式嘛。哦，所以这个方向来行，符合国际上的法律，嘛符合美国的利益，嘛符合日本的愿望，加上咱台湾人的希望，甲透开，这拢符合，全部拢符合。所以这物件，我相信这个路是正确的。是对的，剩的就是讲咱台湾人的本身的咱，咱来坚持，爱救命无要紧，喊较大声嘞，喊救命喊较大声嘞无要紧，唔通惊歹势，因为咱有正当性，咱就真正互这个土匪咧甲咱迎敌。台湾人讲啊足清楚啊，土匪来咧，迄个乞丐来咧赶庙公，啊，既然乞丐来赶庙公，庙公是咱呢。咱既然是庙公，毋着爱较大声来，甲这乞丐赶赶走，对毋对？对毋对？哦，所以咱家己本身爱有主张，毋通想讲，互伊媒体安尼戆戆说，啊，说甲怎拢戆戆渺渺去。咱家己若有正确概念，国际上知影，国际上会甲恁打出来，甲恁斗骹手啦，毋茫惊。上重要是惊讲咱家己无立场呢，啊，既然立场对，认错对，正确方向也对。总是有一天会达到咱的目的。剩的，就是讲咱爱坚持，存在为替后代的这后这少年的这后一辈的人铺一条路出来，替咱家己做一条功德的路出来，安尼啦。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敢那下面是必须的，我忙个占时间占上济，伊较重要，伊较精彩啦。啊，我只是插话安尼啊，伫这台上我拜托大家。坚持，坚持，再坚持，咱的路一定会到。咱的台湾的天光念伊就到啦，好唔好？感谢各位，多谢。各位请起立。今日休困十分钟。